右手指的食指痒，右手的食指痒，穿不动了。现在你说有担心吗？有担心，这不担心吗？也不担心，担心的还是作弊，民主党作弊，还是人担心民主党作弊，所以呢，号召大家方方面面在投票的时候啊，监督啊，但现在呢，多猫腻啊，还是个难题，多猫腻啊，那个投票机啊，所以那个。正在创作中的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毕竟啊就在接到那个操纵选举机器的那些人正在打，正在打到让他们把他们打残了以后，今年就没法再去操纵这个事情，让他没办法再做这个事啊，让他没办法再做这个事啊，继续打，跟。其他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